tearing me apart and saving my life. I guess this is okay, this is sacrifice. But when it has come to hurting myself, I get a little ugly and I just wanna work. I don't wanna think.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全台最难定位餐厅之一，想想自助餐。还没开始营业，一楼已经开始有人在排队等待入场了。想想自助餐位于新庄红会思源广场的39楼。电梯开门后，你会看到这夜店风格的门面。入口处也有一个很醒目的想想招牌。这里主要分为八大自助取餐区，有超过百种料理。每一组来用餐的客人都会有一位负责代位的店员，代位的过程中所经过的区域，店员都会详细的说明。就让我们来看看这里自助吧有分哪些区域吧。有新鲜海鲜生食的风大海区，寻巧园则是有众多的开胃小点，想要吃热门抢手的铁板料理就必须要来大快递。自秋区域则是有众多日式烤物、炸物及蒸物。现煮的暖胃汤品则是在河烹湖区域。金山则是有众多的中式料理及港点。长影川则是有众多的酒水及饮品，甜甜区域则是有法式甜点。这里是新北第二间高空景观餐厅吃到饱。我们今天是假日中午时间来用餐，一个人是1690加一层服务费哦。简单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所用到的菜色吧。喜欢满满海味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区，有螃蟹、虾子、海瓜子等等。生鱼片的新鲜度真的很不错哦，太晚来夹一下子就会被扫光哦。还有现烤的炙烧握寿司哦，比目鱼跟干贝真的很好吃，师傅现场炙烧的手法，我在现场看了就一直流口水。现做的炙烧握寿司相当好吃哦，推荐大家来这边一定要点。现切的生鱼片，沾一下酱。炙烧牛肉握寿司。我以为午餐没有。炙烧干贝握寿司。炙烧鲑鱼肚握寿司，炙烧比目鱼握寿司，以及现做的花寿司。这里跟续集一样，烛桌都会附赠一个现烤舒芙蕾。喜欢吃的人还可以跟店员加点哦。喜欢生菜沙拉的朋友在这里也可以夹哦。这里还有各式各样的西式海鲜的小点心，每一道菜都看起来相当好吃。多种冷盘生猛的海鲜吃到饱，想吃鲜虾、螃蟹、小卷、凤螺都有哦。再来介绍中式料理区，除了烧鹅多吃，还有很多经典料理哦，例如旭穴粉丝煲、浙江排骨、潮州卤水，超多种口味的烧麦都是热腾腾的。蒸笼区域总共有汤包、鲜虾饺、鲜虾烧麦、小熊包、嗡嗡包、凤爪、叉烧蜂巢肚，看起来都很好吃哦，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哦。
这一区超夯的烧腊烤鸭卷饼也是一定要排的哦。两只烤鸭就挂在那边，看起来一定很好吃。现烤的脆皮烤鸭握寿司也是相当好吃哦。师傅会将鹅皮炙烧过，看起来相当的香又脆口。平常这几样菜在外面单点都是超贵超贵的好菜，来到这里你就可以一次吃到饱哦。脆皮握寿司、烧腊烤鸭卷饼、金银鲜虾饺、凤爪，想想新庄店跟信义店不太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它将续集特色buffet区域引入，就是主打日式料理的自秋区域，能吃到金黄色的炸物、烤物、串烧等好菜。一大只的香鱼也是在这一区块可以夹得到哦。每一样炸物都看起来很优秀，吃起来没有太多的油耗味。杏鲍菇、松板猪，还有唐扬鸡，以及两种炸虾，杏仁炸虾酥脆酥脆的口感也是很不错的哦。鲑鱼卵蒸蛋这个也是秒杀的哦，吃起来蛮滑顺的，加上啵啵啵啵啵的鲑鱼卵很不错哦。这里还有酥皮浓汤以及酥布雷海鲜汤，这里现煮的蛤蜊汤也是很推荐的哦。谢谢你好，这么快？谢谢你好，谢谢。蛤蜊看起来很鲜甜，凤梨冰茶，一个凤梨冰茶，烧烤烧，港式奶茶冰的。用餐过程中如果口渴的话，也可以来饮料区点杯饮料哦。部分饮料都是现点现调的，但是果汁的话都是事先打好的哦。这一区有现切牛肉及猪肋排，想想偏向多国料理的buffet路线，所以也包含很多意大利面等西式料理。这里还有提供师傅现煎的铁板料理，有鸡腿排、牛小排、羊排、炒虾以及干贝。然后它的要虾子跟鸡肉。因为这一区的料理是超冷气的，所以一次都只能现拿两种哦。等晚一点人比较少的时候，就可以不限分量一直拿哦。有两个干贝。谢谢。炉烤牛排。鲜干贝佐明太子酱，黑松露牛小排佐海盐，猪肋排，香料鸡腿排佐蘑菇酱，烤虾煮辣味茄汁，
饭后还有现切的当季水果让你享用，还备有新鲜的蜂巢蜜，搭配想想的意式手工冰淇淋，就能自制豪华的蜂巢冰淇淋。好，马卡龙，马卡龙各一个，各一个。然后今天来的吗？好酷哎。OK。奶酪。奶酪。好。还有巧克力露。这个。这样就好，谢谢。甜点的种类不算多，但是都蛮精致的。香草凤梨奶酪，法式焦糖烤布雷。覆盆子提拉米苏，这个提拉米苏软绵绵的，很推荐大家哦。凤梨马卡龙，黑醋栗草莓塔。这里座位数多于信义店，座位沿着360度环景窗台设置，每个位置都可以看得到窗外的景观。今天的餐点就介绍到这边啦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点赞分享，开心小铃铛，再见了。